啊，这个你看一下，我最后的游戏影评了哈，游戏评最后评论一下，现在刚好是除夕夜啊，春节特别节目啊，刚好这个来做一个休更休息的一个点也不错。然后我在 B 站，我再把旧的影片看，有时间一点一点精华弄到 B 站。那各位知道在 B 站很痛苦啦，这个不用我讲，各位知道了哈。我就不多说，要一直截掉里面的敏感词，敏感词是什么都要一直剪，一直剪，剪到他满意为止啊。好，我看一下这个游戏评哈，这个漫长等待，这个是我之前看游戏介绍的时候，看了一个很特殊诡异的一个游戏哈。我前面有提过，2013年制作，2016年完成嘛哈，但是那时候。然后我现在下载那个平板的那个安卓版本来测试来玩，那有些图是我自己截的，有些图是别人给我的，就是我叫别人截给我的。那这个是一个很诡异的，这个你们可以自己去下载玩。它是一开始是现在就是一个弟弟一个王，他要睡400天恢复力量，然后你是他的一个影子，影子，也是他控制的一个奴隶啦。然后就让他去在地底那边走动，然后400天会发生什么，自己猜。这里面这游戏你们自己下载完后，我不多解构。这里面有一些元素，我敢跟你100%肯定。就好像先前那个犹太人在剽窃中国人的那个手法，几个东西，他用虚拟的东西来去对焦你的实质的东西，然后想办法把它改掉，里程把它改掉。我下面贴一个那个异次元杀阵哈，是我之前讲的那个影评，在底下连结，你们可以去找一下哈。他们把中国的几个科学技术，不止中国人啊，五毒门的哈，五毒门的科学技术把它解构掉哈，解构掉之后就变成它的工具，但是还差一门，我提过嘛，就是玛雅人的东西，它怎么样都它没发展出来，它很难找到嘛。可他们有试着去弄，但是我认为不得其要哈。为什么我认为他在这也是一个他投票剽窃的一个东西？我写了一个笔记哈，这个。我们一个个看这个笔记，我大概就秀出来了。这是我写在那个华为平板上面的一个笔记了哈。你看这个漫长等待，我肯定哈，这个游戏为演绎第五门玛雅十码原则的核心而设定的，所以它放出去之后，等很多游戏的人的反馈，因为这个会玩这种无聊的游戏的那个人很少。游戏受众不多，我看他这个要赚钱，他纯粹都不是为了要赚钱的啊，因为这赚钱的可能性很低了。但是你说为了兴趣嘛，但是有很多太巧合的原则了哈。你看一下啊，我写的有几点，你可以看一下这个游戏元素哈。地下世界与世隔绝，这跟玛雅石器文明与世隔绝，仿若黑暗之势一样。在地下黑暗之势一样，它与世隔绝的那个氛围状况啊，这你为什么我说这2013年到2016年就很鬼？我前面有提过它被轰出去嘛，在2012年的时候，那个犹太的那个什么哈瑞迪跑到那个危地马拉那个玛雅深山的玛雅社区，后来被轰走啊，你可以看我前面提过，我不重复了。那过不久就出现这个游戏啊，什么原因？你长期听我的那个听众，你知道了，就像他剽窃中国文明的东西，还有其他门的东西一样啊，尤其中国人的东西，尤其二段体的，跟前面的那个灭世一样，因为先有这个游戏，再有灭世啊，那个我影评过游戏评过那个灭世，那是二段体之间的关联。
这个纯粹是第五门的啊，这个游戏在前，然后他在模拟那个二段体执行关联啊。当然我认为不得其要，我讲过啊，那到底核心是什么我不讲啊，免得啊这各位知道了。现在犹太佬的那个敌对意识很重了 啊，那到现在到最后他现在已经慢慢已经知道自己被发现了，所以没辙，他就不要再提供任何讯息啊，不要再提供任何讯息，我只把他曾经想要弄的东西对比出来就好了啊。那地下世界与世隔绝就是模拟玛雅时期文明嘛哈。这个朴素的游戏底色，它是游戏底色很朴素哈，跟那个玛雅文明的朴素底色很像，这是第二个类比啊。然后它是倒数400天的分歧结局，它结局好几种啊，但是在这个孤立世界当中，你倒数400天啊，这有点像是玛雅文明对外隔绝，但是他，你从他的历史来看，是不是有点像他倒数计时毁灭的可能性越来越近？他是其中一个结局是毁灭嘛？我以前提过那个讲那个寻找第五门的那个东西嘛，他也有其他几种结局嘛。那其他几种结局很多是外界的因素哈，外界的些许因素，但是他不知道。像这里面有讲哦。主角游戏在这个游戏的主角那个黑色尖尖的嘴的那个哈，他在寻找自身的存在意义到底是什么。然后这个有点像是当时玛雅文明也在寻找他自己的文明意义，因为他没有外界任何讯息，没有其他文明，都是自己的旁，最多是自己的旁支系统对自己做粗糙模仿的。这各位知道了啊，那就会有对自己存在意义的一个质疑了啊，存在意义价值的一个想象，这就有点像是在玛雅智者哈，我讲了前面的哈，玛雅智者在无其他文明交流下，孤独于洪荒中面对时间去思考，所以为什么会走时间巨象系哈？走时间巨象系的来源也是与它的环境布局。玛雅智者在无其他文明交流的状况下，孤独于洪荒中面对时间思考。哦，这是我笔记写的哈。所以你看他那个游戏氛围是不是也有这一个元素，他也贴切模仿哈。再下一个游戏倒计时时间模式哈，就有点像玛雅历法。你看他好像是400天结束嘛，但是你要看你游戏的过程当中啊。是不是有两个齿轮？因为你游戏者本身也是一个齿轮啊，就是我们在外面打这个游戏的人本身也是个齿轮嘛。那他游戏的主角本身有个齿轮嘛，他有点像玛雅历法嘛，所以他模拟的很像哈。那。背景执行一段路后，中途切入不同方向进，因为他那个有时候背景在执行，因为我在里面走路嘛，然后因为我们自己有个齿轮嘛，哈，我们这个中途他就会，我们就会切进去，让主角去走不同的路嘛，他基本就是个就是计时齿轮代表不同的惯性周期，切入令。真实事件走不同的因果叙事路径啊，这里面就牵扯到票，我就不要深入讲了啊。它目前最接近的就是这一块而已了啊，这一块，但是还是不得其门而入啊，那就不要告诉他怎么入啊。然后这里面游戏里面还有一个，只有一些小动物啊，一些矿石，像什么蜘蛛啦、矿石啦。然后还有跟那个图像交流啊，实像交流啊，还有智慧图啊，它这里面有文明仅有自身的文字以及旁支文明交流啊，它的交流方式也很弱，
啊，他也只能跟自身的周边的一些常见元素去交流而已。你可以看，基本上都是做一个深度模拟哈。你看，步行在广大的地图中没有其他交通工具，而且他那个黑色尖尖嘴的那个主角也不能够加速，他只能走路啊。这代表玛雅文明没有牛马的那种快速交通工具，他都是走路的。所以，因为交流也困难，因为是南北走势嘛，地理位置啊，你自己看美洲大陆地图就知道，我不多说了。然后家中布置的时候，他因为他主角有个家，你布置很多东西的时候，他的那个时间流速会加快，他的齿轮会加快，他的齿轮跟你的齿轮就脱节了哈。他这里面就有那个相对论二段体连通，时间因空间布局而加速啊。我前面讲过抽象空间系跟时间具象系之间的一些关系啊，这我里面我就不要再深入了啊，一样的原理由啊，没有票啊。那这里面就是相对论二段体连通已经到这里了，它有那个时间加速，加速，但不，它里面还有设定一个逆转时间了，你们可以去看一些游戏，它这里面的游戏的游戏方法，然后自己去感受一下，那基本都是这样啊。那我这边讲哈，玩家时间与游戏主角进程的交错路径，这个时间交错就是你的时间跟他的时间交错，跟那个干支天干地支的那个齿轮的建立一个游戏进程，全体游戏进程是一样的。所以地下迷宫的那个坐标哈，你可以把它看成，然后这下面我就不提了。它你可以看成设定齿轮的一个坐标，我只讲到这里就好，讲到这里就好，再下去我不要讲了。所以它的那个这里面模拟的元素，大部分主要的元素都模拟到，那些细节你再自己去体会就对了。但是你得到一些心得之后，你不要去参加他们的那个什么网络社群去讨论回馈，那不要了，自己知道就好。他是在模拟当中想要寻找里面的那个票的可能是什么，因为这个东西他最后一定会得到一个他的心得，那他的心得能不能对焦得到真实的那张票，真实玛雅文明核心一直没有显露出来的那个东西，那不知道啊，但我认为得不到啊，因为你这里面还少了很多个要素。我看的了，我看的，目前我自己在进行这个游戏啊，那个可能一年后才玩完啊，一年后才玩完。但是这也是一个长时间在模拟那个倒数计时，那个结果有好几种不同的结局嘛。那大部分基本上按照长期的路径，我看了一些其他的游戏评论这个游戏的一个简介，按照正常走势一定是毁灭的。他一直感觉到外面有一个家人存在啊，他感觉到外面有个家人存在，他有一个故事，那你看是不是有点像中国人，他会梦见他嘛，二段体啊，我暗示到这里啊，你再回顾一下我那个灭世就可以了。我把灭世也贴在下面哈，大概就先讲到这里啊。那个游戏评你们自己去评了哈，我这个就做那个休更最后终结了哈。那这个游戏最后我玩完之后，也许我这个游戏玩完我又可以复更了，因为大概还要在一年才能玩完嘛。因为它里面的时间跟外面时间是同步的，还有它里面这有一张图，就是如果你想要更改里面的那个时间数据，因为它有那电脑版，电脑版你可以去偷改里面的时间数据，安卓也其实也可以啊。你偷改的话，这个游戏会知道，它会把你那个游戏关在这里，你看这游戏非常奇葩，你竟然企图操控时间，
已经将你送入永恒的地牢，你要在这边点很多下你才可以离开，所以你不能改后面的时间数据，你也不可以改那个什么，就是因为它会读你的系统时间了，读你电脑系统时间，你改你的电脑系统时间，它会知道。你看它是不是？如果我前面讲它那个齿轮，它你的齿轮跟它的齿轮一定要吻合的，它这个它知道啊，齿轮要给你吻合，你不可以偷改啊，那你只能走相对论给它加速。或者有一些条件可以给它逆转一下，它有逆转的模式，它这个逆转模式其实基本就是一个预言，因为你精神，你看到玛雅的祭司，他精神意识先预言未来事件嘛，他会写一些预言的事件嘛，那是不是你意识到未来，然后你再跳回到过去嘛？因为等到那个烟散掉之后，他也是点香在那边起乩嘛，那超越过去之后再回来，那你看你是不是马上就回到过去啊？所以也有这个类似模型，但是这个还是没有得到最核心的要义了，我认为还没得到，但是基本几个元素大概深度元素都有了啊，你们自己去玩啊，然后自己去体会，然后有什么你自己心得，你再放在有加入我群组的，你就在那边讲嘛。哦，偶尔也会回来看一下留言哈，也可以留言。所以最后我补充哈，你就用这个游戏去体悟我讲的那个投票系统。他们虚拟一样一个东西投入资源，虚拟一样东西把那个票投出来的一个方法，虚拟方法，那我们反过来偷他的工具嘛。我以前提过嘛啊，那你们我以前在六门行上的时候，他们整个投票的经过啊里面有写，你们需要买六门心上，你再用自己微信找我了哈，不要留言，留言我不一定，我是偶尔才看的。有时候我回去看，我因为我现在也在看我以前自己拍的影片，几年前开始，所以我休更期间，我不是说要整理著作吗？我自己讲的一些影片，有些我看出来，然后自己 也把里面的精髓一拉出来了，等于是整理档案，拉出来再跟我没有讲的藏的那些东西。重新结合啊，那这一段时间有兴趣，你可以到 B 站上面 ，B 站上面也有第六门 ，B 站上面，因为我现在把旧的档案有一些剪辑，我前面讲的很痛苦了，但剪辑一些精华到 B 站去，好，然后看看内网还有没有机会弄，那弄出来也是很久以后了。大概也就是这个游戏玩完一年后看会不会复更，好，那现在先 大概在这里了哈，因为我这个游戏才进行了游戏内部才进行了十天左右，十几天，那总共400天嘛，是不是还有一年啊？那我不一定会给它加速，因为它那里面有一个合法加速系统，相对论的，但是我想那个合法加速也就4秒当1秒5秒当1秒，那加速要不要加速？那其次啊，就要像这个游戏的名称叫漫长等待嘛，那就漫长等待吧，把一些东西弄出来，然后但是结局呢，一定要组合到自己想要的，啊，你们自己再体悟一下这个游戏，看看我这个心得啊。